来大官人。啊，一个红皮爷爷。知府吩咐将人犯藏在此处，还吩咐小人，但有变故，便可下手。小人见他是条好汉，才不忍加害他。果真在这眼井中，千真万确，只是现在不知死活。哎呀，我的柴大官人！哎呀，哥哥，哭的什么呀？带田妞下去看看就是。下面。若有柴大官人，你便拉铃救出柴大官人，再提你啊。哎，又不叫你冲锋陷阵，带着板斧做什么？哎，下面黑咕隆咚，谁知有神鸟鬼。平时啊，净听你吹胆大，如今呢、啊、犯霸起来了、哎、你这厮就吃动嘴，你咋不下？天牛不得多言，快快去救柴大官人。下就下，哥哥就知道人知道去俺。来，来放。哎，你们休要割断绳索。这黑丝麻烦，谁要加害于你啊？来，大伙拉紧了啊！放。慢点，慢点。柴大官人，柴大官人。柴大官人，柴大官人，来来提，来拉，哥哥有救，有救就好。柴大官人，柴大官人，睁眼看看，宋江在此啊！柴大官人，柴大官人，速速送回梁山！快快快，快人，快走，快抬走，快抬走！行了行了，疼的，慢点。李逵还在里面呢。哎呀，把这黑丝忘了。快，快把李逵兄弟拉上来！你们把俺扔在井里不管，安得什么心？只顾照看柴大官人，一时忘了，兄弟休怪。你别蒙我。走吧。将军此次征讨贼寇，必然马到成功。有高太尉保荐，皇上自然器重将军。将军，胡延将军，小人临阵奉高太尉之命前来拜见将军。太尉大人有何指令？高太尉令小人带来首匹马甲5000副，铜铁头盔3000顶。长枪2000根，还有滚刀1000把，供将军使用。哼，一个区区草寇，值得如此大动干戈？
高太尉太多虑了。你等有所不知，所称梁山贼寇，并非都是打家劫舍的绿林草莽，贼寇者多数为官军将领出身，武艺精熟，久经征战，绝非等闲之辈呀。只是与太尉大人旧日有怨，他们才被逼上了梁山。你我万万不可小看，此次挂帅出征，我已立下了生死军令，倘若有失，必性命难保。高唐州已于昨日失陷，太尉大人的侄儿高廉被杀，首级悬挂城头，高太尉令将军剿平梁山，捉拿贼首宋江。取得钱财粮草，够我山寨三年之用。宋哥哥首功一件，该饮一杯啊！杀了贼臣高俅的侄儿高廉为其二，该再饮一杯。哎，俺救了柴大官人，为其三，那黑警险些把铁牛的魂儿给吓飞了。哎，还得多喝一碗。来。高唐州一战，扬我梁山之威，必然震动京师，此非其次。众兄弟劳苦功高，今日该一醉方休。来，诸位哥哥慢饮。大哥，高俅派大将呼延灼追杀而来，在50里外安营扎寨，阻住去路。霹雳虎秦明打头阵，豹子头林冲打二阵，小李广花荣打三阵，并未迟孙立打四阵，你们如纺车般轮番厮杀，一鼓作气冲破敌阵，我压后，来左军武将右军武将